套阵容是的，只要维鲁斯有大招就可以尝试喊打野看看有没有机会，尝试一波。但其实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对于右边来讲，他们这个下路要看一下前面怎么应对。没错，因为你在这个对上卢米的情况下，其实列娜塔加上维鲁斯的这个组合前面还是得稍微小心一点的。但确实两边这个下路选出来还是都对线很强啊。看一下一级，欢迎来到英雄联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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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军还有30秒，加油！好，感谢粉丝们的热情呐喊，确实来到了最后一场了。也是两支队伍跨年前的最后一把比赛。一级，有想做些尝试，两个人互相亮亮表情，友好问候一下，还是比较放松的，是吧？对于选手来说，哎 ，Q 没 Q 到，一级看阿 K 的开野怎么说。应该是红 buff 往下走，大家还是感受到，就是你往上靠收益太低了，除非你是个鳄鱼，中期无敌，对，或者除非打野是个猪妹，就是你是一个猪妹，就是比较容易挂被动嘛，想卡一级，卢锡安比较弱的时候，但赖的一级点的是 Q， 对他没有像之前 Fortek 那样学 E 嘛，想反换，但是赖特丝毫不让。但草丛卡视野卡的蛮好，再利用一把透地圣光，对的很舒服，又是疾跑，如出一辙，往家走，往家走。OK， 走了。OK， 这个也是山鸡哥自己比较独到的一个理解，对的，就是他就是疾跑加致命节奏，然后一级开疾跑给你换波血，不让你轻易的碰线。二级同时到直接原地开打。但是列娜塔的盾也有，打出强攻出来。但是一边是辅助掉血，一边是 AD 掉血啊。总体来说，感觉 NIP 这边要稍作舒服一些。确实，但后面米利欧也能给他回嘛。慢慢回。哎呦，这个被耗有点难受了。恶灵剑雨还挂了重伤，这个药水回复也被削弱。得等米利欧有那个 W， 赶紧把血抬一抬。有了 ，A 强打强攻，而且有被动，虽然被瞪回来，但是好像不是特别怕。透底圣光打在卓身上，拼得很凶啊！两边，左边松松这里还捏着一手治疗，对，是 Fortek 是有疾跑的，透底圣光想透没透到这波，确实，有点可惜。中路西库的血量是有点低了的。你看，又是这种，就是画面一来，然后 Rookie 把这个线卡在塔前，西库也没啥办法。就是用这个兵线去玩。应该是卡了一下视野的、这一剑。哎，来了，来了，这个位置可能要被逼动到墙上。山鸡也在，三面包夹，全闪现上墙，但是山鸡跳上来了，晕到西库应该走不了了。没错。哇，这个三面同时来，确实无路可逃，无路可逃了呀！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稳杀，稳杀。哦，你这个合理哦。稳杀的话，确实。拼了一下，应该是在拼那个山鸡哥的踢吧，对吧？这波踢下来，还有就是西库的一个闪，这样一来，山鸡就玩得很舒服了呀。主要他这波也不亏什么，对吧？他一波回推线来的，他这波也不亏什么，直接踢回线了。哎呦，听到了，赶紧进化，好危险！但是的，松松同时火爆飞踢也踢到了 Fortek。因为这位置如果他不是秒解被往回瞪那个一下，可能都比较危险，比较闪。这下路拼的两边的血量都很危险，对，极限感觉赖子想打一套爆发，想蹲一个配合那个高爆发，看能不能秒。卓哥进来了，但是有盾，真秒了，不够啊！张晨曦不让你回，闪进来好像疯了。
急了呀，这波包迪克急了，真急了。但是这个双杀是刘青松拿到的啊，也是可以安慰一下 NIP 的点，又要来安排了。知道你没有闪的，这个线一旦推过河道，西库往前走一步，可能都是万丈深渊啊。算了，西库这波也比较稳，对吧？上了四节课了，开始懂了。看一下下路这波的蹲伏，先在草里面嗑药回血，就在等一个想过来探草的人。感觉他看到插眼的那一瞬间就知道自己走远了。而且 Light 这个选择也很漂亮。哦，他弹了一下平 A 闪过来，第一时间丢失视野。Fontake 是想要就利用这个利用这个 W 的时间，然后看看能不能救活队友。哦。但是因为第一时间丢失视野，他最后就差那一下换掉。是的，就差那一下。其实这样打完下路可能会有点失衡了。坏，还行，及时调整了一下补刀的手感啊。要推了，推回来接壁刀，这也是个小小的武魂融合技。感觉这把但是佛爷哥来了，佛爷哥五级沙皇交闪，有闪现，打回了一口，还在拉车撵，好像小号也挺难走的了。波比下一个壁咚完成了击杀，哇 ，Rookie 这个闪跟他同步，哎，是的，两边感觉这一把状态都拉满了。卢锡安再飘上来两枪，好痛好痛，太痛了，被烫一下，没倒没倒，他没触发的这个效果，还是很能打呀，两个人可以二打三，这波完全不怕的，再往前滑步。打一个强攻，打一个强攻。只要 Fontake 这状态得找机会回家了，看看河道能不能补给一波。补了一个，补了一波。很聪明，赶紧吃点果。但你看他吃的这个果，就血量，我感觉这个血量还是有可能会被硬打的。EAQ， 他现在这个血量是没有办法出塔的。好在 Light 没什么蓝量了，是的，而且也是卓哥用这个铁门镜盒把冷酷追击给逼出来了，慢慢，所以暂时比较安全的，对，慢慢回复一下吧。卓哥这个守护者好了，守护者好了，其实就没那么危险了。看一下这波，这一波的配合推回来接壁咚，这个没办法，他没有闪，这种推，除非沙皇失误，然后紧接着三二一。假装回头，闪现Rookie感受到了同步，我还念早了。Rookie 这个 pick 骗麻了，直接大招洗，哦呦，塞纳一定很开心，有之前那个卢娜尝试的时候的味道了。玩不了，小号又来了，只能回家，这线也吃不了。其实还是说啊，就是来到这种关键局，老选手他展现出来的这种阅历和他在线上包括一些极限操作时表现出来的这个价值，就是比较重要的。就两边都是老选手在发力啊。是他可以跟你玩那种运营发育的，也可以跟你玩那种对拼的。你看像这把，不管是下路的 Light 跟刘青松，还是中路的 Rookie 和 RK，都是展现出了他们对于这个比赛的解读，但其实这把经济也就是一模一样，对吧？大家到现在都还没有说到一个说能说谁优势的时候，主要也是这个人头分配比较怪怪的，左边是两个辅助，右边是两个打野，中单跟 AD 都没吃到，是的。这个小龙这把也是双方都迟迟未动啊。哎呦，这个中路真有点吃不消了。哎呦，扯，还要受。西库见面就是半血啊，现在。下路铁腕镜盒化解了一波小号的 gank， 但卢锡安还想再尝试，因为知道你只有五级，所以打得比较凶。哎呦，这咋办？怎么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哎呦啊？这没办法呀，这看得难受呀，带入了是吧？这真难受呀。确实，然后发条跟沙皇比起来就显得有点笨重了。又是六打五，而且卓哥的位置其实比较靠前，铁腕镜盒是往回蹬的。你还敢往回拉？那再点一套，这迟迟到不了六，这卢锡安就迟迟就一直会给你上嘴脸了。波比赶紧要来了，得帮一下。而且这波维鲁斯也到六了，
Light 有进化呀，他不怕的。又要来了，往前滑吗？被田文静和瞪了，瞪走了。嗯，这压迫感还是蛮强的。卢米这会儿在线上，还是得益于这个线杀吧。这波那波线杀是把下路的平衡给打破了。不过一直没有动小龙，也是因为中路是、这个被打断了，难受。那这样先，那这样小龙也得拱手让人啊。对。但还好，就是说先锋，像刚刚 Chris 说到的，阿 K 给拿到了。对，因为中路的话，其实跟 NIP 这个下路是反过来的一个情况。嗯。但维鲁斯这里也有个好的地方，就是说他因为第一件出破败嘛，他能直接做那个吸血鬼结账，就线上是会有续航。被你打一套之后，可以慢慢的去回复，回到一个安全的水平线。我先这波出来海妖了。啊，虚谷还是点的那个三级 W 的打法，他还是助 W。就前面的他前面的还是得推点线嘛，对，然后没机会去 W 到人，他 W 一直都在给自己加速，所以他这个线就推得很不舒服。是的，主要 Rookie 在中路，他对这个距离的把控也是非常敏锐的，他几乎就是那种不给你放技能给我的机会，推回来又是一个逼咚啊，这波走也走不掉，远处那个跟上一把穿刺之剑。你看着是在跟一个人对线，但身后是千军万马呀。但是哎，找到卓哥了 ，Light 过来想找回场子，打一个 Q， 再交一个大招，但是蓝 buff 好兄弟，蓝 buff， 这还是在 NIP 的野区啊。哇，好关键的蓝 buff， 卓哥的救世主。闪击起跑一开，壁咚到了。有闪往塔下闪，但是感觉走不了了，还差一下，只要耐心就可以了。兰博临死前把大招放下来，但是这个角度能吃到的兵也比较有限。主要他这上路感觉有点小烂掉了。这样一来，在这短短的一分钟之内啊 ，NIP 是中上都找到了机会，这波大招兵闪现了。应该是刚刚发条的那个临死前那个大招没进 CD， 对吧？然后这波出来大招转一下，没问题，这闪现很稳。白锁链也空了，哎呦，穿刺之剑也空了，他好自信，他扭一下 S 在那儿，就这种自信现在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但现在确实这个对于 WBG 来讲啊，重担落在了 Light 跟刘青松的身上。对，主要就是前面他下路那个头，然后卢锡安没有拿到，但是中路这。就是一直阵亡，就导致本身可能 WBG 下路优势挺大，但是你现在一看经济是落后的。是的，尤其是中路啊，其实这会儿虽然说两个英雄都不是在这个阶段能发力的，但对线上来讲 ，Rookie 就是很主动。还有一分半，二星风就要刷新了。两边现在看下来 ，WBG 不太好接呀。只能依靠这个卢锡安慢慢去发育打。是的，在经济上也是，我们能看到这个 NIP 的上中野啊，都是牢牢站住了前三名的。发条这里的 T 会稍微好的早一点点。是。其实发条等级起来之后有了装备，它这个清线效率也是很快的。但就是其实这英雄在团战里面本应是一个能有所作为的，但现在他也一直没有怎么参团，然后现在有点落魄。对，又频繁的被对方找机会。看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拉个好大吧。先锋，马上刷新。NIP 的落位会稍微慢一些啊，但是西库这里因为有 T， 所以先去下路收线了。
哎，这波接起来我感觉左边还是挺能打的，因为这个卢锡安加米利欧会很厉害。嗯 ，Rookie 来下路交替抓西库了，先锋不要了，是西库，西库有闪，坏了，但是你得快跑，感觉这个车也没吃到，我不好说了，无路可逃了，闪别交了，留一下吧，大招也没什么办法吧，就算拉得很好，这波也走不了了已经。感觉这名选手就是操作等等的都还是在线的，但是缺乏一些那种在 LPL 赛场上应该有的严谨度。嗯、哦，是的，但每一个新人上来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吧，我觉得、嗯、这个是时间可以改变的，或者说经历可以改变的。确实，嗯，而且 WBG 现在也没有着急打这个先锋啊。哦，打完了，打完了，不好意思，嗯，火焰哥这里已经拿到了，火焰哥已经拿到了，是的。主要刚刚确实都去弄西库了，今天又来踢了，踢上来自于 Rookie， 而且配合着正在往上路赶的波比，看一下这波有没有机会吧。ZDZ 那应该是死了，走了。虽然看着很简单，但是确实有点简单，确实也很简单，就跟下路那波是一样的。发育很劣势的兰博没什么办法的。是的，在这短短的一分半啊 ，Rookie 是上路下路各来一波。所以现在唯一的优势点对于 WBG 来讲是下路。哎，他被逮到了 ，Rookie。流沙英还被打断了。嗯，小号报仇了。嗯，还能玩一下漂移。刘佳佳刚刚圣战洗礼已经扫过了。嗯。现在就看 Light 中路能够给到多大的压力了，因为自己家边路的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是，这把看起来像是红色方最有机会的一把、哦、没错。所以这把 Light 他确实压力大，不仅仅在于他中期需要 CA， 更大的在于这个英雄他打到后期就没有那么大的用了。对，虽然说你搭配的是米利欧，对吧，他可以无限的拔高卢锡安的一个上限，但是你跟那种传统的射手比起来 ，carry 的比赛能力确实不太一样。是的，这也不是以前那个娜美。对，以前那个娜美是能吃人的。啊、嗯。NIP 也是顺理成章的过来把第二条小龙控下。那对于 WPG 来讲，自己也没有办法延续小龙的一个节奏。你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确实得稍微小心一点吧，尤其是对于西库来讲。是的，其实经济没有拉开，现在就看 Light 一个人能不能塞得动这。C 的都一波团吧，其实就一波打赢了就有机会。对，中期需要一波续命团。不然你就会被 NIP 不停的这种边路小节奏给折磨。是的，我觉得中期真的得靠 Light 去打一波团看看，因为其实你要真的说就是这个经济差多少嘛，还真没有，对吧？就是这个1000块钱，而且可能就是说发条落后的要多一些。发条对，然后上单吧。嗯。或者可能其实上中落后多，但是下路领先的也多，就抹平了。是的，嗯。现在对于蓝色方来说，就需求有一波那种较大规模的团战，然后看看发条能不能通过这波团战里面去捡点人头，以及卢锡安。卢锡安其实现在发育是比较领先的，嗯，但他一直没有把这个自身的这个发育领先能够换得一些额外的经济优势。山鸡哥进来在焦土里面碰到了小号，对方是三个人，自己在等队友来，得先拉开，队友已经来了，对面的兰博也到了，这波山鸡哥得退哦，要看 Light 滑上去直接开洗，逼出一个闪现，嗯。但 Rookie 是不在正面的， Rookie 和 Aki 都是在上半区，所以应该是沟通了，让正面的队友不要急着出手。嗯，所以这波也是求稳保血量，把闪现交了。主要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中立资源要争的、嗯、所以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长的发育阶段。而这个局面，哎，滑上来飘两枪，再扭身躲腐败锁链，但还是刘青松把自己的这个大招交掉了。嗯，下路换一个防御塔，嗯，两边的外塔全部都被拆掉。是的，这段时间 WPG 的置换做的也还不错，对吧？嗯，没有说去盲目的打架，或者是不跟你交换，他们都还是有来有回的。现在那发条哪怕是来到了边线，也依然只能在站在自己的塔前去吃一些、啊嗯、只能在塔前跳一会儿，感觉有点被抓怕了。现在确实是因为这把确实对西库的这个套餐给的有点狠了，太多了，三分钟一次基本上就是、嗯、哎呦直接毙了，但他确实没办法，这个线推出去真不是他能吃的。嗯，
其实他刚才那波线吃完之后，他就应该直接可以毙了。嗯，他还等了一下，他思考了一下，教练上把跟我说什么来着？这种线不能吃，行，嗯，走了。那现在 Rookie 就玩得很舒服了呀，他已经两件套到手了。嗯。但是发条的话，这里做了个翠绿屏障，嗯，还要奔着女妖去的，也是被 Rookie 的沙皇给戳怕了。对，一点点拿球去探视野，嗯，压力太大了，一个人，而且他自己又是一个远见，他没法把自己周围带线附近的视野点亮，嗯。鲁先生是拿到两件套了，迅刃到手了。哎，先破一个王冕，嗯，哎，大招交了。发条没打这个消息，对吧？这不就是尝试一下吗？因为短时间之内的话，这小龙也不打，也没刷嘛，然后大龙也不可能直接打。嗯。KDZ 主要这会也没有他能表现的舞台，嗯，也没团给他打，现在一改前面对线期的那种火热，陷入了两边的这种岁月静好发育的时间段，嗯，但是在这个时间里面其实经济也是给 WBG 咬得很死的，嗯，对吧，哪怕现在人头可能落后四个，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让这个劣势被延续下去，嗯，因为这段时间也没有让 NIP 去杀到人。对，这一波应该要接了， ZDZ 买了一块秒表，没问题。Rookie 补完装备也直接往中路靠。是的。20秒以后的小龙，但这波确实是卢锡安有空间的呀，我觉得。对，然后看看能不能让破败王能够展起来。是的，我觉得这波团队两边来说都非常关键啊，到底是 NIP 延续住自己的小龙的节奏，还是说 WBG 在龙坑处打出一波好团？两边这波团上都有尖锐的矛，嗯，可以去发挥。Rookie 的这个王冕被破掉了。而且中线是卢锡安先顶完的，所以 NIP 第一时间不太好往前走。没错，中线卢锡安始终能先推先靠。佛爷哥往下面去了，佛爷哥跟兰博去找佛爷哥跟这个兰博去找贾克斯了。贾克斯这里有点后知后觉啊，赶紧先开疾跑拉走，跑得很快。嗯，而同时队友往大龙去了，哎，队友去大龙了 ，TP， 贾克斯可以踢到，踢到正面来。但是有针眼，就把这个针眼拔掉。兰博来的有点慢，打龙的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7000，佛爷哥好像能赶过来，小号到附近了，3000多的血量，准备要锤了，看一下锤谁，两千血进去抢，没抢到，冲击波拉的还可以，拉到这边的两个人，兰博打的也很完美，闪现先打了，这个环境陷入到一个贾克斯，佛爷哥捡起来变成贾克斯以后 ，Rookie 自己一个人落单在侧面一推推三个，但是闪现透体圣光接两发平 A，Rookie 也倒。这一波 WBG 可以说是一波完美团啊，但 NIP 的话，这波是损失了两条命，然后但是拿到了这个大龙 buff。但问题是，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小龙可能没有那么好打了。嗯嗯，因为还是少人。是的，主要这波在这个龙坑里面啊，被对方的这个发条魔灵的冲击波加上兰博的大招是烤得有点难受，第一时间 C 位出不来了。全被堵在里边。不过从拿大龙的这个角度来说 ，NIP 还是，做的这个决策挺不错的。就只能说这波的代价没有那么惨痛，对吧？这波只是就付出两条命的代价，因为其实没有说被打 ace。对，然后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是因为贾克斯被追了嘛？嗯。然后那波直接上贾克斯踢到正面。是的，先是冲击波卷到两个，再是兰博大招撒下来，这波 Fortick 没有任何去平 A 的空间。是的，等他走出那个龙坑口的时候，队友就前排已经倒完了。嗯，最后剩下 Rookie， 虽然也尽力的在操作，但毕竟对面是四个人啊。对。又找 ZDZ。好像有点留不住啊，现在。嗯。不过因为大龙的。已经没了，所以两边也没有新的资源可以继续去争夺，还是要继续慢慢平稳的发育。现在的话，蓝色方得去做一些防守了。主要红色方也，就是 NIP 也不敢说利用这个大龙 buff 去摊一些二塔之类的，把这个中外塔拆了就是极限了。大招绑到，但是米利欧能解。嗯，没问题。但是 NIP 现在做的一个决策是先一三一，然后下路线做好了之后再来正面去。汇合，然后贾克斯就可以在边路比较舒服的去带。是，但我觉得这把其实啊，
NIP 可以考虑换一下自己的思路，就是说你可以利用的是贾克斯这个单带点的强势去跟对方玩，就这把其实贾克斯单带不太好被管。嗯，是的，因为反正兰博的话在边线也容易被抓，然后发条也是同理，并且这把发条的发育也很差。嗯，而且这把自己手里还有龙嘛，就不也不是很急着跟对面接正面。是的。然后就是贾克斯单带的那一边，然后队友帮忙把视野稍微做得远一点，嗯，然后带的时候稍微小心点就行了。火箭要带破一下王冕，但还是就是说等 Rookie 三件套要是出来，这个沙皇的伤害就有点高了。嗯，回哥给了焦土过来，但沙皇有流沙一行，忍出撒拉莫大，阿 K 被分割出来了，阿 K 这位置可能不好走了， Rookie 可能都要卖他们。阿 K 锤走了对方一个人之后，回哥捡魂变成了波比，那这样 Rookie 在背后立一个塔，再一次的站在了三人的面前。哇 ，WBG 很坚韧啊，也在不停的找机会。嗯。再次把这个节奏找回来，是。而这段时间可以让西屋在上路发育的很爽。嗯，他其实在这里已经玩了很久了。嗯，就是不断的去吃钱，把自己前期落下的东西补回来。在经济面板上，我们也能看到，其实除了中单位，其他的位置差距倒不是特别大，对吧？就是你说 AD 位上，可能卢仙也就领先个几百块。是的，现在在中路上 ，Rookie 这里是领先着2000块钱接近。嗯，上路的话也有个1000左右的一个优势在贾克斯这边。是的，所以就是各有来回嘛，导致这个经济现在没有被拉开。是，但这样反而局面就焦灼住了。是的，现在更多的要看等一下围绕小龙资源的团战，每一波龙团都很重要。嗯。接下来就是推线抢视野，不停的视野战辅助要出门做一波眼回一波。是的，但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把 Light 的舞台挺大的，因为他这种偏灵活的 AD 在面对右边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硬控和点控不是那么充足的阵容的时候，他是有操作起来的空间，而且他搭配的是米利欧。对，米利欧的这个大招也是可以给他提供一些容错。嗯，就怕那个波比开 W 贴到脸上，哎、那个就怕那个，那个是最难受的。嗯，然后接一些组合控制，然后你是交位移也不合适，不交位移就被控住的那种。嗯，来找西库了、啊，又是西库吗？靠前了，承接波顿，先交闪，算了，交闪不闪、嗯，因为他确实也比较担忧的是对面后面有没有人嘛，因为地图上漏的不是很多、嗯，而且你这个时间点交闪，小龙你没有闪了怎么办？是。嗯，可能这就是一个伏笔啊，这波逼了一个闪出来很关键，但这波也是大小龙同时刷，对，同时刷新的时间点、小龙打输了，大龙可能就要丢。嗯，很关键啊，这波团两边都是不容有失的。最后40秒之前大家回家买装备。是的，卢仙把银雪剑买出来，沙皇也三剑带一块秒表。嗯，两边都有绝对的战力，感觉下一波团战就要决定后续的一个走向了。是，左边是上野两块秒表，右边是上中，嗯，两块秒表都有一点提高容错率的装备。嗯，是，但是 Rookie 的这个表其实我觉得比较关键、嗯、就是他有那个推完摁表的一个空间嘛。而同样贾克斯也是同理啊，就是要进到人群当中，太阳圆盘先压缩你的生存空间。这波要看两边怎么去博弈了，其实在两条龙的位置两边的视野都不是特别的多。嗯，这个太阳圆盘一立，先压缩中路的这个兵线。是的 ，NIP 很聪明，选择是让 Rookie 和阿 K 去偷这个龙了，打得也比较快。其他的兄弟们配合太阳圆盘在中路立住位置，那这样这个龙应该可以无伤拿掉的。嗯、是的，然后大龙附近 ，WBG 好像反应过来了，但这个时候动大龙应该是有点晚了，因为小龙已经打完了。对，而且现在大龙这个血量也是比较的厚、啊，还是要打，感觉就是想逼你过来打团啊。嗯，山鸡在侧翼找到了一个位置，但是他再往前走一步会被真眼所看到。沙皇是有踢的，踢了。西库的女妖也被破掉，卓哥和阿 K 来到了正面，山鸡去晕倒对方三个人，而且后续米利欧开出大招之后，贾克斯开了一块表，正面的发条冲击波拉的也很一般啊，有一个穿刺剑收掉了发条，而且贾克斯再次进场，哎 ，Rookie 的这个推送过来对不对？卢仙了，卢仙倒了，那这样正面应该是要进入到一个收割模式当中了。阿 K 追着对方的野斧在跑 ，Rookie 在后面也穷追不舍，卓哥过来还有铁腕镜和逼出了 Prism 的闪，没什么办法了，回头收大龙。
这把是最稳的。嗯，哇，这一波主要还是在于山鸡开的稍微有点太好了，导致西库完全脱节。嗯，对，后面白给掉，他队友全部分开了，他一个人站在那个蓝 buff 那个隘口，但是队友都是往上走的。是山鸡这个跳进去大招晕住接秒表，我觉得从这把比赛之后吧，应该就没有言论再说山鸡哥不会玩贾克斯这件事。是啊，看这一波进去拦住后路晕三个，然后大招大四个在里边开表等队友，然后西湖这里也没有办法了，真的没有办法了。然后就是 Rookie 最后神之一手推就被推掉，全部阵型被冲散了。嗯，这一波打完，接下来的主动权将全部落在 NIP 手里，一波拉开5000块。是的，而且同时把这个小龙也偷下来了，就是把往后拖，其实对 NIP 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一方，他们完全能接受啊。嗯，现在左边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个阵容，就是前面提到的太过于零散，他们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前排是谁吃伤害这样的说法。是，所以卢锡安也没有办法说就是用这个一技能往前去滑去偷伤害，他的每一波往前滑都是要可能啊要拿付出生命作为代价的，输出环境太差了。嗯，而且这波打完山鸡哥也是三件半了，中亚沙漏也有了，同样还是中路的太阳圆盘。嗯，这个塔应该是守不了的，被炮车给点掉这个二塔。嗯，很耐心玩的，同时也分了山鸡哥去上路带这个边线，然后这波中路推完之后集体往上半去靠，然后掩护上路的这个线，能够把二塔推掉。是这个大龙拿到之后的运营还是做得非常的成熟。对的，哦，这一波拉过来杰拉姆大招有很好的效果，但是有护盾，小号想侧翼掩护也不敢去，因为 NIP 其他人已经顶上来了。嗯，哇，还是发条装备差了一点。没错，他但凡装备好一点，这波应该直接秒了。是的，就装备确实差了一点，没办法。哎 ，Rookie 飘上去，自己可能稍微有点危险，斗地圣光锤走推走，但自己最后一次就 A 一下有表 ，Rookie 没倒，能救吗？救下来了，回头再戳一下 ，DDD 只能交一个护盾拉开。好敢往前飘啊！这个表开的真极限啊 ！Light 想留吗？好像留不到。嗯，这波 Rookie 是以身为子啊，邀请 WBG 入局，而且他最后的这个表留的太极限了，太极限了。再看一下这一波吧，这个 WEQ 向前说话真的很危险，很危险。是的，首先是阿 K 这一锤很关键，把那个输出点锤走了。是。哇，正好让小浩那关键的致死 EMA 出来。嗯，局面越来越混乱了，现在 WBG 似乎也有一点点迷茫。贾克斯跳上来，卢锡安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呀。Light 一个人在上路带，后面松松也在。嗯，但是这个最强战力在上路露面，那下半区就完全失守了呀。是的， Rookie配合着队友往下半区去转，这个合计也喝了。嗯，现在就是磨这个塔的阶段。是的，兰博的位置顶不住了，走了。发条球在脸上，球被收回去了。贾克斯也来到了对方的高地之上，中路也有兵线进来，下路的兵营肯定是要被拆掉的。嗯，中路的这个高地塔也只有半血。嗯，再等一波线。主要是现在在没有兰博的情况下，左边不没办法接战啊，连骑士团的可能都没有。现在只要兰博不在 ，Light A 骑手想往前滑，找阿 K 打的还挺疼的，阿 K 有点吃不住这个伤害，但是山鸡来了，跳到了脸上晕上去，再给一点伤害，自己还有一个金身，找金身拖时间，一剑没中，冲一波拉回来了，但沙皇进去闪现推又找到了。但是 Light 的输环境太好了 ，Light 升降蓄力再往前滑两下，山鸡最后的反击风暴被飞哥给收掉，终于站起来了，还能往前跳，再一个突破天灵往前晕住 ，Light 跟上三杀到手，有五杀吗？往前一个一技能锤，没有被锤上去，及时救难救不回来了，两边卢锡安也被一剑穿掉，大赢了，只剩下西库以及道上的兰博，兰博的大招已经好了，先撒下来收掉 Full Take， 但是阿 K 有一个加速。
还能再追吗？好有韧性的 WBG 啊！哇，最后这一波，本来以为已经是 WBG 的追击之势了，但是 Fotic 绝境中又站了出来。不过其实刚才这样的团战是 WBG 这个阵容其实想看到十分钟之前，甚至再往前就应该有的画面。是的，但这会儿来。他稍微显得有点晚吧，有惩戒，有海克斯闪，有说法吗？好像有点害怕。西库顶在前面，不让你进这个龙坑。那这样，听牌龙被 WBG 拿到，这把比赛还有转机哦，还有转机。再来看一下这波，主要是这波 Rookie 的推没有推回来。对，哎，等等，又来了。发一个大招撞两个，但贾克斯来了，西库再一次殒命下路，保不住了，保不住西库了。这样，那大龙好像要被 NIP 拿下了，这真的还没来得及看，又来了一波新的。其实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拼抓失误的机会的能力，以及就是你能不能不给到失误。但现在确实有点高压了，感觉对于西库来讲。是的，主要这把对他的针对做的有点太狠了，就是他在哪儿，然后 NIP 就要去抓哪儿。而且他玩的这个英雄又是一个没有位移、比较笨重的英雄。这个谈话间哦，看到大龙已经是要被 RA 掉了，但是 WBG 大龙只能放。退守高地吧，现在只能是身披复活甲。就等着上路线运进来之后，然后配合中路这个兵线直接想要三路了。这戳两下西库顶不住了。而且他前面还有一个女妖的罩子，他已经有帽子了。小号这边也是有一个复活甲的，波比举锤准备敲走两个，而且都是输出核心。那这个塔应该是有了，大招拉两个，但没什么伤害，没有说法，没有伤害可以跟进。队友都不在，山鸡猛带。后面小号想尝试往前，但好像也不太能坑进去，没有人能开团了，反正没大，拆了一个中路的水晶，天天风在先挡住小号，后面利用这个炮车慢慢磨上路的水晶。沙皇往前利用沙兵卡一下身位，上路水晶也是要挡了。哎 ，W 闪现在一流 ，Rookie 被秒了，而且 RK 这个位置也完全脱节，漂移往侧面走，但是山鸡在拆门牙塔了，还好兰博交了一个大招，赶紧清兵线，上路也有炮车在清线。山鸡过去跳到小号的身上，想叫阿 K 一起两个人先收掉，但是有通往天灵交出来，直接拉开，又被守下来了。WBG 这一次是小号还在坚守，还在坚守。Fotic 一个人站上路清线，后面山鸡感觉有点顶不住，先跳斩拉开，铁腕剑锋拉一下，想利用大龙 buff， 利用小兵给压力。阿 K 在下路，赖着点他非常疼。阿 K 得走了，上路的线又到了。现在 WBG 第一要务是赶紧去清理上中下路层出不穷的小兵。那这样，就主要是现在虽然兵线有优势啊，但是对于 NIP 来说，这波没推下来最伤的是，你给了 WBG 太多的发育的时间了，而且太多的钱呀，这样是的，全是经济。先看一下这波从焦土里出来闪现的千载优叶，直取 Rookie 人头。卢仙这波也是打出了很多的伤害辅助。而且我们说这波这个三路破掉的兵线，现在对于 NIP 最大优势就是他们可以去拿龙，但是这个小龙就算他们能拿下来也不是龙魂，感觉他们要利用这40秒的大龙 buff 给超级兵上 buff 吧。是的，我觉得要么就是再组织一波进攻吧。没错，因为你现在哦，这个还复活了一个水晶，那只有最后的一波，这一波线是有两个超级兵的。是的，而且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结束比赛的机会了，因为只有一个门牙塔了。是的，你只需要一轮小兵的集火，一人 A 一下，就沙皇 A 两下，可能塔就没了。是的，中路的两个锤头兵也是进来了，已经。现在最后9秒钟 ，NIP 来说，大招撒下，波比想锤锤谁？锤了一个兰博走，保住山鸡的输入环境，但沙皇戳一下，小号有点顶不住了，谁上去 A？ 不敢去 A 一下这个防御塔，西库被戳一下也只剩半血。线又续上了，哎，闪现上来，直接交流上线往后面飘开，但是又是一个托尼灵被推走了这波，但是自己被戳出了复活甲，卡掉了，点水晶就赢了。哎 ，Fotic 可能要先倒了，及时救难，最后一丝血，山鸡还活着，那比赛应该要结束了，我们恭喜 NIP，
恭喜 NIP 最终是在第五局当中是以。